高富贵一样在吹着空调晒着太阳，你也没有空，不如你去做啊啊！就这么定了，你要敢跟我说一个不字，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我拍死你的龟儿子？都乖。干嘛？什么事儿？这个文件需要你签一个字。放这放这。好，那你忙啊，你忙。带上门。啊，好。好无聊啊，我都有点犯困了。是吗？哎，不如让老司机跟你讲个呜呜段子。在我们视频留言的朋友呢，你就会有机会获得噔噔噔噔这一个厂长公仔，而且还有毛逼，真的吗？点击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尖叫制片厂”，观看我们的精彩花絮，还有独家内幕，记得要关注哦，耶、yeah! ！